大家好啊，我是李斯卡。咁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实时变声工具。呢一个嘅工具暂时仲系 open beta 阶段，去到今年嘅6月26号，我哋都可以免费试用。呢一个工具非常之简单易用，我哋只需要下载就可以使用，唔需要任何嘅 GPU。而且我试过，我觉得佢嘅延迟性都低。佢里面可以转换唔同嘅声音。Draw your blade. The battle has begun. Let us march towards victory. Next, how about we try a playful child? Mommy, I'm hungry.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I can sound more like the character, like this.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关于 AI、Web3、元宇宙和提高生产力工具这一方面的内容。去到我的 YouTube 主页，你会见到我已经将工具分门别类，包括 AI 教学、AI 生成音乐、AI 翻唱、AI 绘图、AI 动画、AI 影片。另外，我每一个星期都会有 AI 电子报，就会同大家分享最新的 AI 资讯。如果有兴趣，亦都可以订阅我的 AI 电子报。事不宜迟，我哋正式开始我哋今次的教学。要开始，我哋首先要去 SuperTone 呢个网站，拉落少少。我哋可以喺 Windows 或者系 Mac 嗰度下载，因为我系 Windows 机，所以我就揿 Windows。然之后呢个位置揿 Start， 填翻呢啲嘅资讯，我哋就可以下载。佢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可以俾我哋选择。右上方呢个位置会见到 Setting， 我哋揿一下 Input 咧就可以 set 翻自己嘅麦 ，Output 咧就 set 翻自己嘅喇叭。如果我哋想试玩，揿呢个 Voice Chat 就可以开始噶啦。咁我揿完之后咧，你会见到其实咧呢把声咧就出咗嚟噶啦。其实咧都差唔多系同步嘅，但系咧就迟少少咯。所以如果你真正去做实时变声嘅时候咧，嗰少少延迟咧其实就唔会好觉嘅。开出嚟俾大家去睇一睇唔同角色佢哋把声嘅。呢一个咧就系 Coco， 呢一个咧就系 Coco。这个是另一个男生。如果你喜欢某一个的话，其实你选择了自己喜欢那个之后就按 Voice Check 啦。这个位置就可以按这个的大小声啦。Blend 这个位置呢，其实就是 Adjust 有几次这个 Coco 把声啦。但是呢其实呢就算你校到去零呢都不会说很接近自己把声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试一下这个位置去拉一拉啦，去试一试它不同的声的。个 pitch 咧，其实就系高低音啦，大家可以听下嘅。呢个就系低啲，呢个就系高啲。咁咧，佢把声就会高音咗啦。Reverb 呢一个，我觉得有少少似回音啦。咁我开嚟俾大家听下先。嗱，呢个系低啲，呢个就系高啲。咁你会听到把声就好大嘅回音啦，即系大家可以试下嘅。如果大家想录低的话，就可以按这个 record， 那你就可以录低这把声的，那你就不会听到自己的把声了。不过暂时他提供的人物都不算太多，但是呢在实时变声方面我觉得其实做得挺不错的。他有个 user guide 就教大家怎样去用实时变声，整个的界面都是非常简单易用，最主要其实都是 setting 里面改回个 audio， 又或者游戏例如 VR chat要应用，其实都是在 Voice Setting 里面去改回个 Audio。咁呢一个网站就可以帮我哋做到实时变声，无论我哋在直播、玩游戏，又或者我哋可以变为卡通声音、讲儿童故事书。咁今次嘅教学就去到呢一度。如果大家觉得呢个教学对你有帮助嘅话，就记得订阅我嘅 YouTube 频道啦，揿埋你嘅 Notification， 咁你就会收到我第一时间嘅教学。最后记得 Like、Comment、Share 去鼓励我继续拍片啦。拜拜。